据执法的徐警官介绍，当时这辆白色轿车准备从慢车道逆向驶来，这种情况很危险，于是他上前制止。因为驾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和逆向行驶两项违法行为，女司机陈某将被处以200元罚款，记三分。听到这样的处理，陈某勃然大怒，抢走证件回到车里。我说不给啊，不给啊，啊，就是你哥吧？对啊，我不同意，我没有走过停车场到那个地方。撞人是吧？再撞试一下。撞你了？啊，这里面我这边全程录像的啊。啊，你怎么了？陈某坐在车里不肯出来，徐警官叫来了拖车，对其进行处理。这时陈某又走到车前阻碍执法人员拖车，两名警察上前强行将陈某拉开现场。我如果你拒绝出示证件的话，我们就要先占控你的车辆了，这样的话正好我们就拖车过来，拖车过来就拖他车啊，继续不配合挡在车前面，后来我们就把他往边上拖，拖的过程他就倒在地上，然后掉地上又是咬又是踹，对我们，然后跑到车边上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自己牛裤解开，然后说我们这个大声喊强奸啊什么之类的。民警最后将该车的信息输入系统，发现竟有41次违法行为没有处理，目前陈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。中国城市报道记者南通报道。